这个地方啊，别管钓到鱼钓不到鱼啊，把车往这一停，遮阳棚一开，我老爸在这个遮阳棚下面就可以钓鱼了啊。像下这么大雨的话，你说要不还得去那个伞下面钓，这样的话方便一点。你看鱼食啊什么的啊，还有小茶水啊都在这，妥妥的。完了，这里上不去，门锁着呢。你俩打这伞挺气派呀。对呀，大不大？这伞在哪儿买的呀？老师问他借的。这咋当家伙？儿子，快喝这山泉水，儿子。啊？这个可以喝山泉水。给我，我上去看看。上不去，门锁着呢。如果只是插销插的话，就能打开。那你也不能私闯民宅呀。这是民宅，应该是吧？哇，看这里，漂不漂亮？视野宽不宽阔？走，溜达溜达，我们一会儿桥底下钓鱼去。我们这是钓鱼啊，还是清道夫啊？钓的啥玩意儿呢？这是？啊，这怎么看放风筝似的那玩意儿呢？你看这还有鱼钩呢，哎，老师傅，你这个钓鱼厉害呀！你是帮人来清理这个河道来了？啊？这是啥？这都是人钓鱼的东西，你看到吗？各种鱼线缠一起了都。那中午那白菜就太小了，知道吧？白菜的一顿就没了。那你还让我切那么小块儿？块儿必须得那么小，那不是那玩意儿啊？你一根白菜就夸就这一坨就行了。对呀、啊。就汤多喝点，晚上把那个什么洗点。啥？那个地瓜粉啊。啊好。味道杠杠的。那这个就不用了。你看咱们这没有葱没有姜的，哎，蒜也没带是吧？都没有，还有味道。那是什么？是蛇吗？哇，蛇，是蛇，哎，是蛇还是那啥？不是蛇吧？不是蛇。哇，那么大的黄鳝，快拿网，你能伸长吗？钻进去了，钻到洞里去了。哎呦，钻到洞里去了。是的，是钻洞里去了啊。嗯，刚刚看到冒水冒泡的。我用啥给它吊上来呢？用螺，然后那个螺勾到钩上，然后那鱼食咋了？来，去那个鱼食，那个成桶了，有一桶粉。这就到试验的时候了，是吧？大娃不说那好用吗？我以为是蛇呢，哈。我以为是，然后转近一看是黄鳝，好大只啊！那个这里竟然有黄鳝啊！嗯，你确定有用吗？不知道啊，大娃说有用吗？你放点粉放那里，它会闻着那味来吗？这个粉关键是抓什么来抓虾。有个黄鳝钻进去了，黄鳝，嗯，黄鳝钻进去还能出来的？我以为有一条蛇过来，我说哇，有一条蛇。那你说这是不是它的窝呢？那它为什么钻那个洞呢？那边也有洞啊？没有了，不出来了，说不定从别的地方又跑出去了呢，有可能。好了，这个宣布失败。跑了太快了。哎，小心线，鱼线在你边上，这边这。哦。嗯。好。网拿回来吧。这网也不给力，嘎巴一声折了，我去！哎，好了，继续做饭。这水不要洗菜了啊，洗手了啊。我已经洗完菜了。好了，来盖呗，这水少啊。再倒点水呗。哎妈呀妈呀！妈，这个、下子你自家给我下的。今天整了中午搞了这么一大锅菜全被吃掉了，晚上再炖一锅。呀，五花肉没切啊？嗯。啊，切条五花肉。肯定要切的呀！你把这个辣椒看放哪个盆里能放一下？辣椒就放这儿，没事。这个粉丝呢？这么点儿啊？一半吗？没有一半，吃不了。萌萌，这鱼越下越大了，你那个把球球叫起来，然后把车里面呢弄成那个卡座。啊，好的。好吧，然后我们在车里吃。好。啊。后面好像有东西，鱼干什么的。放边边就好了呀。放到后门竖起来。好了，不用在车里吃了。你弄好了好多虫子啊、嗯，虫子没事，那个弄好了已经。对，那我们在车里吃，车外吃。不下雨就在车外吃吗？车外吃，关键看着鱼竿上不上钩哈。对啊。好，车外吃。也起了4个竿，4个竿都刮了，我就起了1个竿，保证不刮。这玩意儿你起的时候，你得先这样，然后再这样，然后就刮上了。刚才那边风太大了，应该是。哎呦我去，没过来。来，这样，我给你绑上。哦，小心。哎，对，给记着好了。是的。来，来是一碗，喝碗汤。喝碗汤就不冷了。哎，有没有穿披风的感觉？好，喝掉。那不是属于披风吗？你是大酱可以吧？那装大酱。那这个装可以吗？那你要吃饭的呀。干啥呀？就装那个装好了。好的。装菜啊。大酱。那不是站的广吗？可以少倒一点。嗯，
这玩意儿看着没，就蘸酱你就咔来一口，你试啥事没有，你试甜的，好玩，咬一口，好快点，哎，滚，是不是不辣，都没有我这个辣，你来这个，来我你来你来，儿子要不要粉，来要不要吃粉，来一筷子，来来一口，一先给你，来来来先给你，来然后太多了我吃不了，我什么多呀，自己家自己家去，还是粉下面，粉你不吃都捞都那啥了，到家了，现在对钓鱼已经失去信心了，那么多杆没钓到一条大鱼，还好老爸钓到一条小鲫鱼，我这俩真多水啊，哎，都是我爹的渔具，我爹的渔具能装一三轮车，你看到吗，全是他的呀，好嘞，你看我这渔具我都藏在里面，这些剩下的是我的，我的我做成单人床都看不到，这边还有这个都要塌了呗，烂了呗，老师傅你这太多了，哎呦我的天哪，嗨，哎，你看拿不出来了，啥呀，烂了，都尖儿烂了，底儿都掉了，